摸摸我肚子来。你这吃哪儿去了？你这初代美食博主，三刷成名店天津大肘子，能炫几斤碳水。看来肥肠。最后一个。我中午吃自助餐了。念念让您进去吗？我们心心念念的天津大肘子向子深，我来啦！也不知道阿姨还认不认识我了，就是那个。宝啊，你还来，还做直播了还？啊，是。不认识我了。哎呀，这真是的，漂亮，漂亮，是吗？我听见你声音我就漂亮了，是吧？嗯。那进来了，够吗？我不够，我本来想多吃几个，可是你们不就剩最后一个肘子了吗？对呀。我本来想吃俩来着，那我点点别的菜吧。那就来个圆白菜，姐有啥推荐的不？来，冰肉，那啥都行了。那我吃不饱呀。肥肠吗？肥肠行，来个肥肠吧。来肥肠啊，行。别要了啊。哦，行，听您的。不够吃，但是听阿姨的。当当，今天最后一个大肘子，这是阿姨给我的福气。爆炒皮皮虾肉啊，看来肥肠。咚咚，留在这儿。谢谢大爷，辛苦了。不客气。嘿嘿，先来一口大肘子吧。今天第一口还是那个味儿，我这么多年都记着红烧那个味儿，稍微带点那么一点点甜甜的，还不腻，好吃，太好吃！我跟你说，这太适合拌米饭了，直接就坨骨，蘸着汤，喝了一口粥，这个肥肠这就是家常味儿。现炒的家常味儿，哇！我第一次吃咱家肥肠，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勾了个芡汁儿，好吃。太香了！哎，这给你来。你注意快乐了啊！我今天重温我第一次来这儿那个视频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，我真是觉得，哎呀，真的八年一点儿都没有变，就可能长相上会有点变化或者什么，但是说话呀什么什么的，一点儿都没有变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我的晚餐是四个肘子，我本人是在天津来到了号称金门第一肘子的向子深。上显示时间是六分钟，都没了，喝水吧。勾芡勾的非常好，稍微带点甜口，天津味儿肉甜口。多备点汤菜。好嘞，勾勾的。行了。姐给我一盘说别吃那么多。我干活。您还单着吗？八个主管，哎，好了，别提了。消化这方面的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还经常去体检，检查身体啥都没有问题。是啊，还挺正常，正常都正常。哎呀，吃的甜嘴麻舌的。被你捧。哇！哎呦，太香了，太香了你。真太香了，最早来是2017年来，对，5月9号来的。2017年5月9号。肘汤一绝，就是吃起来甜甜的那种口感，微微有一点点辣，因为它汤底会有一点辣椒。第二次来是2020年1月8号来的。接着来嘛，下午。下午。给大家看看这个皮皮虾肉，看，很有韧劲儿，也是稍微带着点甜口，这就是天津特色的味道。这肘子都没了，连汁都没了。啊，
这一千吗？就没够吃吗？他也很有福气，我点几个菜，他们一样吃两口。做到这样，太真是服。我们两个人终于可以点吃的菜，我挨个尝两口这点。谁都知道，王子宇每次都到处跟人显摆这件事。刚才不是刚刚戴帽子，烟都烫好了你。嗯，有没有洗头？没事。你家的菜量还大。大了。嗯。大，就这么一碗肥肠，这多少了？嗯，太多了，值。在家过日子也是啥？他做饭可好吃了。我觉得也做的特别多。啊、嗯。谁是常的这个饭呀？那你那一天吃一顿饭就行了吗？不用吃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中午吃自助餐呢，中午吃第六季去了。你也让你进去吗？哎呀，反正这个包菜就是他们稍微带着点甜口，所以你空口吃也不会觉得咸。嗯，刚好吃。幸好啊，咱们六点多来的。好吃吗姐？好好吃。你快点吃吧，四个菜。嗯。熬夜粥，熬夜粥，熬夜粥，熬夜粥。熬夜粥哈。今天你这个一会儿叫啥？传说中的混混。注意吧。谢谢，谢谢你。我但凡有一口肘子，我都叫他来尝一口了。这好吃太快了。是不是有一个他的抖音号吗？加一个呀。加一个，快给大姐加一个去。加一个。慢点吃，姑娘，再吃。太香了，我忍不住。不愧是他自己的名字。嗯。别教我，你俩都像别教你。嗯，就是是吧？都说我不嚼，阿姨说这也嚼吗？这不是。嗯，太好吃了。这姑娘也太有福了，晚上干饭。你点的像给焖米饭，肯定也给焖一大锅。差不多。我家是最大的那种电饭锅，胃口不好的时候可能焖六杯，好的时候可能焖八杯。差不多。嗯。再给我盛点饭呗。再来点汤。啊，再来点。行行行，行，我今天再吃。哎，好嘞，拜拜。吃了的时候，把店给吃黄了，关门。阿姨造谣。阿姨不能这么说了。那你也合适。哈哈哈哈哈。来了，我肥肠。那连汁儿都吃了。就这个汁儿泡饭才好吃呢，你看我还得蹭蹭。这点米饭不够，再来点一锅米饭。行，一会儿再加，还有个皮皮虾呢。哇。给小猫看馋了，给小猫看饿了。你要平日的，你要是那个嘛，要是一顿要不吃，感觉到有饥饿了。饿，饿，我少一顿都饿。少一顿也不行。开局即扣饭，今天啊，今天全扣饭。嗯，再加点饭啊，加个皮皮虾那么些的饭就行。这一锅米饭，行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哎，行。哇，自己摸摸我肚子来。哎呦。你这吃哪儿去了？你这豆子哈，别别的，是还别别的呢。你说，上次那天吃了一锅米饭，这锅零零还加四个面。啊，是皮皮虾更甜甜的，甜甜鲜鲜的，皮皮虾还有点韧劲儿。我可以留点肥肠，就是想啊，皮皮虾瘦瘦的，肥肠香香肥肥的。他小姐吃那一小口米饭。啊。一碗一勺，你不饿？这你夹个菜，咱要的菜多，那口这口也不少。真的是，真的是。你看今天四个菜，他这两口那两口，其实也不少。嗯。是。一月留子2斤8两，黑肠1斤，一斤2两。
一斤多。哎，看青椒呢？看勺子在哪？现在一斤多吗？哦，现在才二斤，提前一斤多，二斤从那一盘儿。对呀、啊，凉凉菜，我得提提下，这是一斤二两。啊，一斤二两，见包子味儿。不是那种冻的味儿，我以为是那种成品来的。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它不是那种囫囵个儿的，它可能有的边边的地方。开始营业了。对，明天11点啊。嗯，好嘞。别吃那么多了，真是。啊，也不是，咱也属于正常吃的。平时要吃那么多，咱就属于正常吃的。真是。但是偶尔吃那就不正常。人要吃不下，能看出来。你看我不像吧？我有点没吃饱的。你看我像没吃饱的样。哈哈哈。正常属于正常吃。嗯。二十六。嗯。啊，太爽了！太爽了！给我来个电话。好嘞。我专门给你栽这个牵手。哎呦，好。一个后蹄没有。好嘞，牵手，牵手。好嘞。吃肉丸子。来，这最后一颗，老干净了！我天哪，桌子上还老干净，给你们看看，今日份光盘，当当，一个超级干净的骨头，咦，太香了，这桌子没吃够，行吧，那咱们撤了，行，我们走了，阿姨。哎，下次再来。好嘞，走了，叔叔，走了，姐，再见，雷天，雷天，走了，阿姨，好，嗯，走了，拜拜。来，还行。哎呀，还真是。哎呀，这顿饭吃的我太开心了。